山川少女粉红系婚纱，今年81岁的阿沟周游化身18岁少女，娇羞吸收小自己10岁的导演李朝勇进场，彩排李朝勇就情不自禁来个公主抱。想让送一送帮人。婚变风波，两人还是爱的热烈，浓情蜜意全写在脸上，在镜头面前更是毫不避讳，各种放闪。昨晚上我老公就一直怕我今天不会美，还帮我敷脸，怕我今天出来会不好看。我希望我跟我老公我们能够长长久久。人也不忘招牌的阿哥金吉磊大方热吻，结婚40年，两人年龄加起来都超过150岁了，却还是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少女，打得很火热。李朝勇更热情介绍阿哥手上的56克拉红宝石戒指。大家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项链跟耳环，是我们周四宝设计的山茶花，这是56克拉的这红宝石。这场世纪的千岁婚礼，众星云集，700岁的伴娘团，前来好久不见的素珠跟娇来阿嬷吴敏，连前总统马英九、前副总统的吕秀莲和前台中市长胡志强都莅临到场，马英九更给足面子，做了小叮咛。所以你对他呢，要谦卑、谦卑再谦卑。他同时是你心中最软的一块。这祝福话中有话，不过阿哥跟李朝勇倒是笑得很开怀，大咖齐聚，给足阿哥面子，也让这场红宝石婚宴更具看头。记者邵明、谢永云台北报道。